本节目由福特领界赞助播出。瓷器，瓷器。这孩子又干啥呀？厨师出身的傅登良脾气火爆，动作电光火石，每次上灶时，徒弟们总有点战战兢兢。傅登良的冷锅鱼是石油路人气最火爆的宵夜店，店名叫怪味鱼，自然有很多怪规矩。我们店可能跟其他店不一样，一次成口，不打就算，称的不够，那么我们不会再给你加，只能做我们指定的座位。傅登良算得上是重庆宵夜界最强硬的老板，要想吃鱼，首先就要受得了这些怪规矩，爱吃不吃。你们都在上面，咱们上面还几出一次去吃个饭，所有的客人都是按照我们标准来，我们不会因为客人的要求而改变我们的做法。怪味鱼的嘛，这是老板儿怪。怪规矩阻挡不了重庆人对美食的追求。重庆人喜欢吃鱼，民间戏说没有一条鱼能游过嘉陵江，因为他们都在重庆变成了水煮鱼、烤鱼、豆腐鱼、酸菜鱼、麻辣鱼等，这些鱼也不例外。
对我们来讲挺辣的，我觉得还可以再辣点。辣，但是还是要吃。就是麻辣才爽噻。本来我嘴巴没那个大的，都知道麻辣了。不辣不骂，有卵用。有卵用。20年前，16岁的傅登良天不怕地不怕，只身一人出门打拼。因为自幼家庭条件不好，让这个无所畏惧的重庆崽儿变得争强好胜。我宁愿关门，我也不会做没有尊严的工作。是那种人，感觉对，但是确实有时候呢，觉得有点拽。性格不好，就急。但这个回头吧，我肯定还是在道歉。我看到你那个人不好，我就喜欢见你那个这个人，算计我的那种人。慢慢走哈，老实点，慢点的。脾气不怪啊，我没有觉得怪。然后脾气火爆，不是重庆人的风格吗？没有啊，很温和。你想多了。来了之后，厨房都下班了。老板开车从对面过，一看我来了，特别给我面子，自己把衣服脱了，光膀子在后面做锅鱼。江湖从不缺少快意恩仇，但傅登良也有自己的解决之道。这小误会大家讲清楚了，重庆的性格肯定是可以化解的。对于傅登良和食客来说，美食是任性脾气通向豁达的传送门。化解了世间的万般复杂，火爆古怪的脾气之下，藏着这个老厨师对待生活的坚韧与要强。一代代重庆人用拳脚和汗水建造了这座依山傍水的奇迹之城，这种拼搏的基因从祖辈一直传承到今天的年轻人身上。和大多数90后女孩一样，阿包阿龙两姐妹爱美爱吃爱玩。宝贝，美吗？一年前，他们辞去工作，暴走东南亚，来了一趟说走就走的旅行。越南的一种街头食物，彻底征服了二人的胃。做一个精致的烧烤女孩，从化妆开始，走，为了让此番美味也能端上重庆人的餐桌，阿豹阿龙索性支炉架瓦，摆起了烧烤摊。民心路，重庆新晋网红烧烤一条街，阿豹阿龙是这条街上绝对的烧烤女王。五幺菜三十斤，三八百八百，没得没得。你看我输了，原来他好凶哦。他才学的，开这个店划拳才厉害的，划拳的乐趣。就是猜中了很爽，有时候经常我怀疑了别人，我不知道，就一直喊一直喊。外八是不是五个人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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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五个人。外八一是不是美容院啊？不是，绿衣服。阿豹阿龙一文一武，一动一静。阿豹嗓门大，动作快，负责搞火炉。阿龙声音轻，有节奏，专门弄食材。那个外婆加一个小瓜和一个牛肉，牛肉我端了，哎，小瓜我也端给他。可以。你吃饭没得？没吃饭。来，喊一圈再走。专门配料才。喝酒划拳是重庆人宵夜必备的娱乐项目。声势浩大，乱劈柴，天马行空行酒令。
重庆人天不怕地不怕的性格，吼出了叱咤江湖别具一格的重庆原则，也就是行酒令。重庆人哈，说言辞都是怪话了，随意喊数字也可以哈。就在你咪咪车，全是喊累。乱皮要踩，起脚就端到一边边。耿直豪爽的两姐妹，成了老顾客们最喜欢的群友。年轻人爱玩，喜欢尝试新鲜玩意儿。两姐妹的瓦片烧烤是重庆烧烤界最与众不同的玩法。炭火入瓮，红土瓦片上架，让重金属的烧烤变成了养生风。大名鼎鼎的荣昌五花肉、本地河虾、鱿鱼、豆腐、豆干、秋葵等新鲜食材，在这片红毯上走一走。瓦片的导热性好，又避免食材与炭火直接接触，将汁水牢牢锁住。这种别开生面的吃法，和两姐妹一样，一登场就光彩夺目。他们就觉得是莫名其妙的一种吃东西的方法，然后大家就会录像，然后边录像，然后只要那些上了年纪的那种老阿姨老是说，我跟你说嘛，你看那个，你看他们在干啥子，他们用花盆来烤烧烤，他说现在那些年轻人真的是想得出来。地道的越南酱汁与重庆本土辣椒搅合在一起，烤好的五花肉在湿蘸碟里走一遭，再裹上一层暴龙自制辣椒粉，辣味渗入肉心，炭火味中透着野性，拌上新鲜生菜，大饱口福。重庆还是第一次看到那种瓦片儿烤肉，爽惨！你不懂那个感觉，好爽。叫人心动。哎呀，你们真的是扯！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！老板好烫哦！干啥子嘛？真是小刘和朋友每个周五都过来吃烤肉，本是同龄人，加上一来二往，关系也在瓦片聚集的热量中悄悄有些变化。先吃两个，真的。先吃点，太踏实。牛郎织女，要睡着了，要睡着了。天造地设的一对儿。表白啥？表白啥？那种时候的，我爱你。我今天在想着你喜欢我男的了，脸不红，我脸不红，要看着我。脸不红，我脸都觉得要红。真的说出口难听。他工资下来就是二五十万。先吃两个，那是以后是要当佣人的。虽然被拒绝了很多次，两人也在朋友的笑声中化解了彼此的尴尬。耍朋友是耍朋友，结婚是结婚。等到三十岁，我就是还是没有耍朋友婚，那就算了呗，我就一个人过。随性洒脱的背后，年轻人努力奋斗的闯劲儿，是夜色中跳动的火光，任凭风吹雨打，依旧活力四射。下雨了，下大了。深夜十点，大雨滂沱，
疯狂的吃货们还在等待一场宵夜。等了80多桌才等，等都等了2个小时吧。我在纠结，我还要不要等？我们面前还有100多人。下雨算什么？只要不下刀子就行。知道。值得用洪荒之力等待的宵夜，自然是火锅。防空洞火锅绝对是宵夜界最硬核的地方。来，等一下，等一下啊！防空洞里回声大，通信基本靠好。21个大妈们组成的服务队，在洞子里无所顾忌地大声喊叫。塑料普通话和笑声在1米多宽的洞子里，绘制成一首独特的交响乐。重庆地下的防空洞横七竖八，加起来有110万平方米，构建了一座魔幻的地下城市。他们庇护重庆，挺过了日军的飞机轰炸。成了这座城市难以忘记的集体记忆，如今却成了吃宵夜的好去处。但是我知道有防空洞，但是我不知道有防空洞里面可以吃火锅。有一种特色，在洞子里头吃火锅也凉快。会野性。要说在防空洞里吃火锅够野性，那在公园里烫毛肚，就更有浪漫色彩了。坐在池塘中央，荷叶环抱，水雾缭绕，这样的仙境是南山火锅店的别样世界。接待，现在有没得客人来的？新来的客人有没得？好像都 A 区那边只有7-8个人。200多位服务员，600张桌子同时开餐，这是世界上最大的火锅店。这么多山都是火锅，很壮观吧？确实蛮震撼的，环境特别优美，吃火锅特别爽。火锅才是重庆宵夜江湖里众望所归的武林盟主，一锅红汤可以烫天下。在山水之地，就要吃新鲜的味道。内脏是重庆火锅的主角，新鲜是真正的奥义所在。屠宰场刚宰杀的鲜毛肚，3小时送到南山，毛肚洗净，顺着肚缝一片片撕下来，大小基本保持一致，用水清洗装盘。在花园里走上一圈，上桌，运气好还能品尝到青草的味道。解放碑，网红打卡圣地。这家名叫来龙驿的火锅，追求的是仪式感。整块牛里脊切成1米长条，刀工是关键。
整条放入冰山中，服务员必须站到板凳上才能拉开。独特的形式与麻辣红汤交织融合，带来全身的刺激。408，408。在硬核的地下世界，就要吃最彪悍的食材。世界上只有两种吃货，爱脑花的和恨脑花的。新鲜猪脑花，轻轻撕去表面脑膜，留下滑嫩的脂肪和蛋白质。大概是因为盛放过灵活，所以成为重庆宵夜的保留菜品。本地黄豆在防空洞的自然温度下泡胀，打成豆浆，铁锅煮开。火锅对重庆而言，就像穿城而过的嘉陵江，把美丽的山城包裹在怀抱里。一锅麻辣锅底，无论什么时间，不管在哪里，也不论什么食材，都能煮沸一切。下午五点一过，重庆特钢厂家属院里的麻将退场，宵夜登场。夜晚，这个不到五十平米的场子，变成了罗基维的主场。招呼不招啊，哥来？麻将馆瞬间变身罗老五大排档。1991年出生的罗基维很是老道，江湖气十足。有味儿哈，反正下回你老师你跟我说就行了嘛。快动我！你在说螺丝啊？那个麻辣烫三个小时，那个真的太牛了。三个，错了再错螺丝。这个不善言辞的光头老人是罗基维的父亲，重庆江湖菜的好手，最拿手是风靡宵夜江湖的火爆小龙虾。小龙虾，宵夜界真正的王者，令人闻风丧胆的灭霸。20斤重庆本土的青虾，母亲一只一只洗刷干净，油加热到70热，15只标准身材的小龙虾下锅过油，虾肉迅速紧致收缩，再入油中爆炒，盐、糖、鸡精、味精四味调料按专有顺序放入，加上秘制的红油辣椒，3分钟后，暗黑界的 BOSS 变身叱咤风云的江湖菜。对老板的最高赞誉就是我要把那些打包回去上面，就喜欢这种大排档，就是在露天吃的这种感觉，都是那种比较随意的地方，就是那种麻辣的菜和朋友一起吃，那种吃法都最开心的，那种都是爸爸儿吃法，江湖菜爸爸儿菜，它的佐料它的其他的东西它又不像正规的酒楼那种配比比例啊，有好多好多江湖菜是乱劈菜。最近小罗也开始乱劈柴了。老板呢？现在我就是老板了。你好，是老板了。我们老汉现在已经休息了，他现在太累了，现在店都是我在弄。哦，是。那抓了，抓了嘛，来装了装。你们菜一个人点起就是哈，我进去给你们弄哈，你们个人做哈。喝菜板凳，老板。菜板凳啦。哎，板凳。新顾客啊，有些不理解，有些老顾客啊，都晓得。
老板都晓得，现在找里头去找罗老板呢，找富强是没用的，都只有外头找小侄儿的。小侄儿喊你坐哪桌，你就坐哪桌。小侄儿说你好久上菜，就好久上菜。啊，姐爷，给你弄那个耗儿乐，你唱哈的味道。罗吉维要谋朝篡位，替父亲接手大排档的事情，在客人之间早已不是秘密。都是我在弄。你差啥子味道？你要跟我说，说了我好改进哈。小罗还没掌握手艺嘛，还是老龙。要把他爸爸手艺要学到，学到了小罗就是老板了呀。不得怕，绝对不得怕。我手艺再懂啊。还差一点，还差。六七成了吧？我觉得可以了，他就可以了。那我就……他不晓得，新来的话都觉得我是老板了噻。反正他在其他，他管那些，我那些不管他，我都是出里头厨房。老罗做菜时，完全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，外面的纷争和他毫不相干。四个虾子，三个脆肠。无论外面多少客人等桌，老罗总是一盘一盘地炒过去。虾子炒完了，先炒脆肠吧。三个脆肠，一个花甲，然后再炒螺蛳。老罗一辈子只会做菜，本想让儿子读出个名堂，没想到罗吉维迷上了游戏，高中被学校开除了。从早晨10点钟打，一直打，打到下午，下午又吃外卖，吃外卖又继续打，打到10点钟。都出去耍去。我的娃儿如果说问我，那哈爷爷是干，爷爷原来是干啥子的，我就告诉爷爷原来是开馆子。问我那哈你是干啥子的，原来跟到你们爷爷开馆子。哎，那哈那道题我做不起了，我只有跟他这么说了。那哈也做不起，那哈高考都没考过，有点遗憾，真的有点遗憾。一共还有好多份螺蛳没炒？20份。还有10份，外头吹得不得了啊！我来弄，哎呀，你休息了我来弄。你不能写，你弄不好呀。到父亲的大排档帮忙2年后，小罗一直想亲手上灶，早点让父母退休。灶啊敢上，但是有些菜啊我晓得啷个弄，但是没有实际操作过。啊，交给他是可以啊，但是不是他个人亲自上，上灶寿命短呀。现在是改革开放生活好了，哪个都想多活几年。大伙，第一我想做那个事情，第二我要帮妈妈嘛分担些那些事情，他们岁数一天天来的大，就只有我来弄。香，我跑过来。香，三根吧。没得法，要人都要老，他眼睛儿都包起了。变老了我都跟我们老人说的，二回电台开起了，找了钱，你想走哪里去耍就哪里去耍。看上去，小罗谋朝篡位还需要一段时间。热血的青春在走了很远之后，又回到出发的地方。年少时的意气奋发，依旧在夜色里暗流涌动，少了几分懵懂，多了一份温暖。好，我先走了啊，把钱交好啊。夜深人静，每一个夜归的人都将回到他们自己的生活。江湖真正的归宿，在那些万家灯火的深处。我最享受的时间呢，就是从下班回家这一段路，就是让自己呢把那种心情给缓解过来，不要让家人觉得你很累。飞扬火爆的富登梁忌惮的是家庭的不安，意气奋发的小罗开始畏惧时间的流逝，无拘无束的姐妹花唯一害怕的可能是失去青春的自由。选江湖还是挺有趣的，就是当你想做一件事的时候，还没看见它成功，就是不能放弃那种感觉。我没有想
我会不会做这个餐饮，或者是我做不做下来，我就先做呗。我们一无所有的人不要害怕失去任何东西。江湖无悔，那些喧嚣、热血、心酸、浓烈、流言，也都会随夜色而去。这些无所畏惧、肆无忌惮的重庆人，把江湖规矩打破，又用自己的绝活调制出人生的况味。就像这座城市缤纷多彩的麻辣宵夜一样，热情奔放，豪情万丈。